今天是8月13号，一套防盗门安装开始测试，测试。好，这是电源啊，这是电源，电源输入这个，输入啊，好了，然后这是中间这个线，输出两个输出都可以，我插第一个。好，连到这一台机器上。这是输入，看到了吧？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连接电源试一下。好，我拿个标签试一下啊，拿个白的。